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最近全世界的这个报道啊，灾难频率不断的上升。我们学佛的同学啊，在这些年来提倡三时系念佛事，这个本子是中峰禅师编著的，内容啊非常丰富，真正是名扬两利，特别是他的这个开导啊，他的开示啊，所以在这个几年当中啊，在全世界广泛的流通啊，确确实实受到很好的效果，希望啊化解国内的灾难，化解全世界的灾难。那么希望呢各地同修啊能够热烈的来支持啊，目的都是帮助我们化解灾难啊，祈求啊这个世界的安定和平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热烈的响应啊，谢谢大家。Oh.
空起，娑婆夜浪流。
Ah!
金蒙斋主华藏卫士之友联谊会，恭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借逢清明报恩祭祖及护国习斋三十系念法会之期，特请三生登座，依凭教法做三十系念佛事。乃尔亡灵招此圣缘，至宜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临妙法，一心受度。南无。
三无定不无心不烦念，一不念感如如禅定，破即三种所知即般，来迎接我一一念心，三即乐果花开见佛，即闻佛声顿开悟慧，发度众生满菩提愿，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诸三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南无阿弥陀佛，多大劫多夜，多提夜他阿弥陀佛，阿弥陀悉檀佛，阿弥陀提迦兰帝，阿弥陀提迦兰帝，真弥觉杰那揭多迦利萨婆，南无阿弥陀佛，夜多大劫多夜，多提夜他阿弥陀佛，阿弥陀悉檀佛，提阿弥提迦兰帝，阿弥陀提迦兰帝。天地一切皆空，寂寞皆一刹土。南无阿弥陀佛，夜多他劫多夜，多提夜他阿弥陀佛，阿弥陀悉檀佛，毗阿弥提迦兰，毗阿弥陀提迦兰。天地一切皆空，寂寞皆一刹土。南无阿弥陀佛，夜多他劫多夜，多提夜他阿弥陀佛。阿弥陀悉檀佛，毗阿弥提迦兰，毗阿弥陀提迦兰，千亿一切皆那智多迦利萨埵，南无阿弥陀佛，夜多他劫多夜，多提夜他阿弥陀佛，毗阿弥悉檀佛，毗阿弥陀提迦兰，阿弥陀提迦兰，千亿一切皆那智多迦利萨埵，南无阿弥陀佛，夜多他劫多夜。多提夜他阿弥陀佛，阿弥陀悉檀佛，毗阿弥提迦兰，毗阿弥陀提迦兰，千亿一切皆那智多迦利萨埵，南无阿弥陀佛，夜多他劫多夜。多提夜他阿弥陀佛，阿弥陀悉檀佛，毗阿弥提迦兰，毗阿弥陀提迦兰，千亿一切皆那智多迦利萨埵。南无萨瓦达那耶多瓦卢提尼，唵桑婆赖桑婆赖耶。南无萨瓦达那耶多瓦卢提尼，唵桑婆赖桑婆赖耶。南无萨瓦达那耶多瓦卢提尼，唵桑婆赖桑婆赖耶。南无娑罗诃耶达那耶多耶梵揭陀。唵娑罗娑罗诃娑罗娑罗诃娑罗娑罗娑婆诃。南无娑罗诃耶达那耶多耶梵揭陀。唵娑罗娑罗诃娑罗娑罗诃娑罗娑罗娑婆诃。南无娑罗诃耶达那耶多耶梵揭陀。唵娑罗娑罗诃娑罗诃娑罗娑罗娑婆诃。阿耶耶那三宝哇哇如来哦，阿耶耶那三宝哇哇如来哦，阿耶耶那三宝哇哇如来哦。Oh,
Yeah.
是一半香，根盘节外，枝柏成环，不经天地已生成，其属阴阳而造化，若下无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世智，清净海座，悉真相。
大王子，阿弥陀菩萨，全国的菩萨，常清净菩萨，与如是等诸大菩萨，即是地万应的无量诸天大众听，而是我高僧舍利弗，从此希望我是万亿我土，有时间一点几个，几度有我好阿弥陀，今天在说话舍利弗，比如我因为几个几个众生无有众，不但舍出了无名几个有舍利弗，几个我七转满足，七转楼，七转满足，皆是四方所转为的。是菩提果因为几个，有舍利弗，几个果，有七法子，八功德，充满其中。此地尊一心三菩提，此地最高精英琉璃佛力。所以这么多人一路，如山传人
三根不可以免得生病或睡地，若有三根之善语，闻说阿弥陀，直至于阿罗一日若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若七日一心不离，即阿弥陀之阿弥陀，一诸神中现在即。佛前是一不说此，若有众生闻此说，一旦化缘成彼国土舍利。如我今得成观阿弥陀，不可思议功德之力，同患彼有阿处地，勤力降我开心地，勤力观我念力，如是人能得三世诸，何以其国出观战时，贫苦三千大千世，说前世言如等众生，当今世成三故，是以功德一切诸，说无边尽色已，南往世界日月等佛名闻观，但愿见佛须弥陀，无量尽尽佛如是能得三世诸，何以其国出观战。人无三千大千世界，说成是言如等众生，当心是成当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说无边尽色已，其万世界无量寿佛，无量寿佛，无量寿佛，大观佛大明佛，大相佛净土，如是等等得大处住，何以其国出观战世界。如等众生当心是真，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说无边尽色已，对万世界遍解我最深因果难解，日生我往矣，如是等闻得三世诸，何以其国出观战世界，人如三千大千世界，说成是言如等众生当心。加万世界是指我宾闻我命观，大摩诃化成我，直化我如是人等，三世诸佛何以其国出观战世界，遍罗三千大千世界，说成是言如等众生当心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说无边尽色已，三万世界快已过，修完我善长，降观我大愿者，扎舍他万愿者，所若数万我八万者，尽一切以我如是彼岸，如是根本和沙数住，何以其国出观战世界，人无三千大千世界，说成是如等众生当心是真，不可思议。一切诸佛说无边尽色已，彼如一宾若罗睹彼，一切诸佛说无边尽色已，若有三昧之善彼人闻此经受持，即闻诸佛名作十住三昧善彼人，皆如一切诸佛之说无边皆得无退转彼，阿弥陀佛三藐三菩提。若有心者，应当发愿成彼国，舍利弗，如我今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彼诸佛得以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何者是也？
迦摩尼佛能为僧，悉有准提能离娑婆国，无着恶世界多云，观音座中尊陀弥陀，得阿弥陀佛三藐三菩提，为主众生所持一切世间难尽之法身力，当知我亦无着恶世，今世闻此阿弥陀佛三藐三菩提，为一切世间所持难尽之法身力，为人多说自己一切力。地主地球一切世界天阿舍罗本文佛说本悉心所作离乱佛说阿弥陀把一切离乱根可生净土佛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智多多地耶他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悉达多阿弥陀佛悉迦牟尼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智多多地耶他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悉达多地阿弥陀佛悉迦牟尼阿弥陀佛悉迦牟尼成名尽皆皆智多迦利萨埵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智多多地耶他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悉达多阿弥陀佛悉迦毗阿弥陀佛悉迦牟尼成名尽皆皆智多迦利萨埵二六室内凡圣同土
低头合掌，白玉豪，心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荣，庭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淡，乡下渡河，一举红名超二史，嘉陵出阙，千称佳号压群英，下情为纯已难思，一念为光而一往，究竟不拘心外，分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系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吟簌簌千般月，香径迟迟四色花。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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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佛，阿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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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佛。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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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Yeah.
教中大，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己逐物。由是业网牵缠，流转五道，横随生死已生成，亘古至今而弥坚。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与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与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四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绝痕，物净物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睡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书，何有胜凡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信阿弥陀与大众舌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尾期末，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谁知万丈红尘里，汉淡花开月正明。Oh.
Thank you.
Amen.
人人份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时信念，敬业道场，今当第一时。
佛事已圆，如上殊勋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众我为非。深夜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恶口；意恶则常起贪嗔，生生痴爱，犹自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志过迁，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养老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无量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夫净土智为教也，养成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凡具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视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能言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者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耳。哦you
进去的办法。第一个，培养弘法人才，这是眼前的大事啊。那第二个呢，要举办各种传统文化论坛啊。那么这个论坛的宗旨啊，旨在令社会大众认知传统文化价值，自救、救家、救国、救世界，唯此可办。第三个，劝勉啊有志之士，身体力行，学为人师，行为示范，那他就是佛菩萨再来了。为落实上进下风老和尚致力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的旗帜，财团法人华藏世界教育基金会结合传统文化教育学会，特于2010年元月份起，每个礼拜二三上午9点到下午5点，连续2天在台北市内湖区华藏世界活动中心举办常态中华传统文化读书会，即能借此让各界有志之士更深入认知传统文化的美好与价值，并透过此一常态课程发掘并培训更多优秀人才，以使传统文化得以全面推展，并让伦理道德因果教育真正达到自救加救国救世界的目标。传统扎根从我做起，竭诚欢迎各界有志之士共襄盛举。华藏世界活动中心位于台北市内湖区新民路138号4楼，报名专线02-2796-1968，传真02-2796-0770。授课期间，我们将供应素食午餐，期待您的热情参与，让我们共同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推广与落实贡献一份心力。